老婆这样，就是很低调，赶快点个头这样。好啦，看起来老公就很老实，你可以放心。好，希望今年那个老公帮你实现愿望，可以老公赚大钱，好不好？好，大家，今天呢，我们接下来这首歌，我觉得也可以啊。也是一首蛮正面正能量的一首歌，无论你现在生活中就是遭遇到什么样的挫折跟挑战，或者是你现在就是生活就是一步一步脚踏实地的往你的目标前进，那也很好。那无论你们遇到什么样的逆境或者是挑战困难，都不要忘记，永远都要持续坚持下去，然后如果你遇到低潮或者是心情不好的话，可以来火箭听听音乐，放松一下，然后纾解你的生活的压力。这首歌送给你们，叫做《逆光》。想知道是不是？Baby
我下一首要唱什么很有成就感，是不是？怎样？现在是怎样？猜灯谜了，是不是？好，我们那我再讲一下接下来这首歌，我不信你猜得到。这首歌呢，嗯，因为我已经很，啊，因为我已经很烦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这首歌呢，嗯，我觉得每次唱这首歌的时候，我的脑海中都会有一个，就是我站在街头唱歌的一种感觉，就是人来人往的一个孤独的感觉。然后呢，希望有人听见我的声音的那种渴望。然后那个画面怎么样？猜不到吗？很难吧？好了，这首歌大家应该如果之前有看过那个，嗯，以前的华视的偶像剧或者是 的戏剧的话，应该有听过这首歌。对，来自音乐的《挥之不去》。是什么让我以为
过吧？听过点点头。啊，听过啊，听过。OK， 啊，你没有听过吗？他刚不是听过点点头啊，他就死都不点头，太可爱了。好，时间过得也是非常快，我们今天来到我们这第二节的最后两首歌了。今天呢，如果呢有拿手机啊，或者是我刚刚看有专业的相机这边，谢谢你们帮我拍摄，这边有好。那如果有拍摄我们今天演出的片段，欢迎大家上传到 IG 的现实动态或者是 FB， 记得打卡 tag 火箭，然后顺便 tag 我，我这样才可以看得到大家今天在台下的视角，好不好？记得帮我分享哦，好吗？好吗？我真的回去会检查的，好不好？一二三四，记起来了。OK， 好，今天最后两首歌呢，我们来唱一点就是比较节奏快一点的歌，这首歌。